这个起码有四五斤有，哇！哇！锻炼身体啊，特别的沉。能跳开吗？没跳出来。哎，这我们健身器材，用这个。没啥玩意儿。紧张吗？不紧张。今天我们有两个节目，然后我觉得今天我们舞台很大。林默说他紧张，我说他明明已经有了八年舞台经验。我可是你前辈。是的，这是我的行业前辈。带好麦了。没有，随时随地可以飞天。一分钟上台，各位观众 ，One minute go on the stage。30秒。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快手616真心夜，再次有请 Into One。大家有信心，对自己也有信心。在水里跳的时候，完全在想着说怎么去把那个水花溅出来。大家一开始来的时候也是对那个水台很懵，反正彩排了两天以后还比较适应这个感觉。练习的时候刚才是老师，但是我也是壮的状元，必须努力，想和大家一起好好完成这个舞台。我觉得我是好老师，因为我没有先知，还有来时。在我人生当中好像没有上过这么大的，我一开始想象的感觉是害怕紧张，但是我往旁边一看，十个队友一起陪路，我真的一点害怕一点担心都没有。成为队长之后，第一次带大家出来，有很多做的不足的地方，更多的给我带来的一种感觉是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才行。明天我们要去南京，对吧？但是呢，现在只有7张头等舱，4张经济舱的票，所以我们要抽签。噔噔噔噔，这个签已经放好了啊，我们来给先摇一摇。为了公平公正，我们先给它摇一下。抽吧，让命运决定你们的。等一下，一样的。你看这个戏多的。我要最后一个。不看，公平公平。不要说，知道吗？不说，不用说，知道了。我没说。求你了，徐姐。我是什么呢？大家是什么？现在可以说了吗？我是头等舱。OK， 灯塔呢？漂亮，求你，好漂亮，漂亮。灯塔，灯塔，灯塔。我给你换，换吗？换，来，立稳。哎，别搞了。要换吗？可以，我可以。OK。来 ，next， 博远。这可以。哇，你看这霸气的。还有谁？看这霸气的。林默是什么？你是头等。头等。啊。
好了 ，OK， 你这个很头等啊。我是头等，徐博士头等。OK， 我们就这样决定了。那就这样吧。我们的这个飞机旅程了，明天见，拜拜。腾讯视频搜索 Into One， 记得订阅哦。